在这儿睡觉，这成什么样子？是，三老爷在家吗？三老爷还没回来了，就是吴老爷在家了。站住！怎么不在书房里念书？这样的野！大哥，你管不了我们，连先生都不敢管我们。我们在花园里去玩。好，走，好，我们去。哦，大少爷，海豚，乖孩子，不要乱跑，当心跌一跤，不是玩的。爸爸，你说买醉给我吃的呢？嗯，在那儿呢。三小姐，请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，就叫我建云表兄好了。那不好，以子为师，你虽然是我的表兄，你教了我们的书，你总是我们的先生啊。这怎么敢当呢？我这么一点学问，一个中学毕业的学生，怎么就配做先生？不要客气，教我们总嫌多了。二小姐，为什么今天这样不高兴？她的一肚子不高兴，我知道，可是她叫我不许说出去。林小姐，哎，三小妹，别笑。你们真用功，你状元要出在高家了，你要取笑人了。天下你有福气呀、啊，进洋学堂读洋书，做洋学生了。你真会说话，一说就这么一大堆。哎，二表妹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的样子好像很不高兴，是谁欺负了你呀、啊？是三表妹骂了你吗？告诉我，我来打她。怎么哭了？三舅父、三舅母怎么这样糊涂，把二表妹许配给这种人家呢？二妹，你不用忧愁了，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主张。二哥，爹的话是没有反抗的余地的，不过我也有最后的一条路好走。好妹妹，不要伤心了，我看事情不会就这样的定局了，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哎，我倒去问问大哥，对于二妹的事情，他是什么意见？他妈的，你管着了，你没管着人，大爷要活就怎么样？这又是吴爸和吴婶，这几天为了喜儿的事情是闹得不得了，夫妹又该倒霉了。没这事，那个你们喜欢他，不要脸了呀。这不能单怪喜儿，一个做丫头的敢反抗做主人的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你敢管我呀？你自己问问你的良心，把我的金银首饰都给骗去了。你在外头住小公馆，我不管你，现在你居然闹到家里头来了，你还像个人吗？你敢再骂，这是我的家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哼，好不要脸，
喜儿是我陪嫁过来的，亏你一个做老爷的去勾搭一个丫头，高家祖宗的德行全都给你丧尽了。不管什么丫头，她比你漂亮，我喜欢她，我要讨她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好，你敢欺负我，我不要活了，我跟你拼命。好，你要死你就去死。你敢摔东西，我就不敢。哼，这个家我也不要了。这是我陪嫁的，你不配摔。你看我敢不敢？啊！我不准你摔！我快滚出去！高科定，你敢叫我滚？我是明媒正娶的，好，好容易，我们到三老爷、四老爷那去拼命去。你要去你去，混蛋，滚你的！你不去我去，看你输到哪儿去。希儿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希儿过来。你哭什么呢？求老爷救救我，我太太太凶了。你别害怕啊，有我在这儿，他不敢动你一根毫毛的。我收你做姨太太，看他把你怎么样。求老爷跟我做赌吧。你放心好了。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呀？四哥，你看你的好兄弟勾引了我的丫头，还要逼着我死，叫我滚出去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也来给我断个是非，你看他应该不应该这样对待我？四弟，你去对五弟说，叫他不要太胡闹了。他们弟兄俩还不是一样的东西，叫他去有什么用呢？住嘴！你为什么说到我身上来了？你要脸，你倒不会跟杨奶妈做出那种不过廉耻的事情来了。什么？三哥、三嫂，你瞧你们的五弟这样的欺负我，您是一家之主，也得给我做个主啊！我已经都知道了，五弟妹。你耐心一点吧，三哥，您得替我做个主啊！五弟妹，你不要气坏了身体，三哥会责罚他兄弟的。哼，这样的闹下去太不成话了。五婶，不要生气，你爸是一时的脾气。他简直是个畜生！五弟妹，你到我房里去歇一会儿，我看你也累了，气坏了身体犯不着的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四妹，你也来。哎，这真是家门不幸。四弟，你把五弟跟我叫来。是。这是谁？坐下。只要你能养个儿子，那还怕他什么呢？这个月我身上觉得凉凉，恐怕那好极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啊，要是给五弟妹看见了，不是又惹出事来吗？琛琛，不要走，怕他什么？怕了他，我人都不要做了。你呀，太不雅观了。外面有礼拜一，你还这么嘴馋。这种丫头啊，有什么趣味呢？去，有什么趣味？我倒要问你，杨奶妈是什么趣味呀？老实告诉你，这叫做别有风味儿啊。
不要胡说啊，三哥在叫你呢。依我看，老五啊，还是把喜儿开销了吧，这样闹下去太不像话了。开销喜儿，这谁像话，我要收她做姨太太，看三哥能把我怎么样。现在爹死了我还怕谁呀、啊、五弟，你也太胡闹了。三哥请坐，三哥请坐。爹去世还不到一年，你身带重孝就干出这种下流事情来，亏你是个读书人，你一点廉耻心都没有。你自己想一想，爹在世的时候你做过一件叫他高兴的事情没有？现在爹的灵位还在家里，你想你就更胡闹的不成样子，你想你对得住爹吗？啊，三爸，三爸，你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子弟。现在我也不难为你，快去给五弟妹赔个礼，把喜儿开下了，就算把这回事完了，听见了没有？三哥，你也管不着我。哼，爹在有爹管，爹死了谁也不配管。我没有儿子，我娶个姨太太也是应该的。喜儿我已经收了房了，我看，哼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啊，你反了，这还成什么话呀？什么话？这就是我的话。三爸，三哥，你身体不大好，何苦生这么大的气呢？还是回房去歇歇吧。啊，不不，我要叫他到爹的灵位前去说。三爸，你去歇歇吧。三哥，五弟会明白的，你回房去歇歇吧。啊，这真是不孝的子弟。你这么气他，会把他气死的。谁叫他多管闲事来的？我就讨厌他那副假道学。哎，他屋里那个丫头翠环呐，说不定他就放不过他。回来的了，这是你睡着了做的梦了。不不，我要妈。你说呀你说呀，妈妈会回来的。海豚，你是没有妈的孩子了。海关，来，不要跟爸爸闹，你乖，我来拿糖给你吃啊！不要哭了，不要哭啊！叫送来给大少爷吃的。翠环姐，你替我去谢谢三太太。哦，三老爷昨天晚上没有气坏吗？三老爷昨天晚上大半夜没有睡，唉声叹气的捶着胸口，实实地说高家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啊，
海关来吃糕啊。哦哦，来了来了，来来。大少爷，我去了。好，你回去替我谢谢啊。啊。大哥，哦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会儿有三婶送来的糕呢。好极了，我早点还没吃呢。哎，二妹，你坐呀。二叔叔，哎，二娘娘。嗯，海辰。二妹，你吃啊，一大早就是愁眉苦脸的。谁像你那么高兴啊。哦，大哥，你知道二妹许给陈家的亲事谈得怎么样了？三爸的意思好像很坚决，近来还在谈着呢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反对这件事情呢？三爸办自己女儿的大事，我怎么能说什么呢？大哥，我死也不去的，我要读书。我大哥，我爸跟吴婶儿他们吵嘴打架，都在四妹身上出气。昨天晚上四妹给吴婶儿骂了大半夜。这关四妹什么？要拿她出气。妈妈，我不是一个男孩子，害她生气，别骂我是一个倒霉鬼，看见我就生气。怪你不是一个男孩子，这真是大笑话。这也太不像做父母的讲的话了。好，你们吃东西也不叫我一声，我自己动手。哎，你吃。四妹，不要哭了，吃一块糕吧。大少爷，快去，陈姨太跟四老爷打起来了，在大厅上请三老爷讲理呢。啊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偏偏我们家就这么许多热闹把戏看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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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口！大家别闹，等陈姨太说了再说。哼，好一个有身份的老爷，跟他奶妈的不清不楚，还要骂我的佣人，骂我老妖精。大老爷，你听我讲胡子，听我讲胡子。你简直放屁！帮着你的佣人蛮不讲理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你马上把钱马开销了。哼，你才放屁！钱马是老太爷的佣人，你做儿子管不着。大老爷，你看杨奶妈仗着他老爷势力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陈姨太，你说明白一点，你问问是谁先动手打人的。你这不要脸的下贱货，你既然仗了四老爷的势力，让他骂起我来了。杨奶妈，你别理他，让这个泼妇疯狗乱咬去。四爸，四爸。谁是泼妇啊？我是你的庶母，老太爷死了还不到一年，你就这样欺负我了？好，我这条命不要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哎，好，你这泼妇，你敢打我？四老爷，四老爷，四老爷，泼妇！四老爷，谁管你？快把他们拉开！这成什么样子？哎，师弟，你还不动手？四老爷，好了，拉开，拉开，打人吧！大哥，你看他像个什么东西？你看他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臭鸦片，你干了！不要闹了，你们这样闹，这个家还成了什么体统？昨天我弟闹了一场，你今天闹的是更不成话了。爹死了还不到一年，就闹得这样天翻地覆，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家分开？这种对不起爹败家的事情我可不答应。三老爷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他们家的欺负我，要我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呢？哦，老太爷啊，你们来搀陈姨太到屋子里去。你们来呀。
太这么胡闹，你不必多说了，你们都是高家的好子孙。决心，哦，妈，你大舅舅全家已经搬回成都了，派人来说叫你去帮忙布置。哦，大舅舅已经到了，我就去。啊，大舅舅离开省城已经有六七年了。你大舅舅在外面漂流了好多年，这一次回来也是为了要料理一点儿女的事情。听说惠表妹就要出嫁了，男家是本地的大户，姓郑的。是的，这些事情将来都要你去帮忙的。这也是应当的。哦，妈，请进去坐坐吧。哦。先前大家都很亲热的，隔了几年就生疏的连话都不敢说了。慧儿他们姐儿们一点也不会应酬，见了人头都抬不起来了。这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家几位小姐见了人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大嫂就这么一位少爷吗？是的。梅少爷今年几岁了？长得这么大了啊。是今天啊，今年16岁了。这孩子让他爹管的一点孩子气都没有了，整天藏着看书，也不知道看的都什么书，简直的成了书呆子了。这样的好，我们家几位少爷比起来就好像野马一样的。大舅母。哦，大少爷，我们这次搬回省城来多亏大少爷多帮忙了。慧儿的事情还要请你费心呢，你大舅父一点什么事情也不会做，真是太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做外甥的应该效劳的。你先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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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去去。叫声大舅母。大舅母，大舅母。哎，这淑英，这淑华。多年不见了，给大舅母磕个头呀。啊，不必了不必了。不要磕的。啊，不要磕了。啊，起来吧起来吧。两位外甥小姐真是越出息越漂亮了。不见得，你们去见见表姐吧。慧表姐、云表妹、二表姐、三表姐、二表妹、三表妹，请坐呀。啊，连外甥小姐说亲了没有啊？我们的二小姐现在正有人谈着呢，三小姐还没有人说起呢。怎么，你们都没有话说了？你们都是在一起长大的，不见面大家想念着，见着面怎么都做起客来了？让他们到花园里去玩玩吧，他们年轻姊妹一定有他们的话说，不要叫他们在这儿受罪了。好的，还是三弟妹想得到。我来陪着表姐到花园里边去玩玩吧。好的。我来引路。好。好几天不到花园里来，花园都改了样子了。
你还记得我们这个花园吗？怎么不记得呢？这几年我们在外县总想起你们，也常常想起这儿的花园呢。你们要是不信，问云妹。哎，我们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同你们在一起去玩，这次是为了姐姐的婚事才回来的。哦，慧表姐，我们要喝你的喜酒了。云妹，你偏偏喜欢提这些叫人不高兴的事情。二姐，你也不高兴了。好，我们不要说这些吧。慧表姐，我们上那儿去玩吧。好的。梅表弟，你不想进学堂吗？光是读熟了四书五经是没有什么用的了。我是随爹的意思，爹听见说起学堂就头疼。爹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。慧表妹的婚事是谁做主的呢？姐姐的亲事是爹一个人做主的，妈是不愿意的，就是姐姐自己也是不愿意的。哦，大表哥，你不要对别人说啊。听说这个姐夫很难看，腿有点不方便，脾气很坏。爹赞他好，说我做他书童都不配呢。那么慧表妹就不能反对这件事情吗？那怎么敢呢？爹的话是不许别人说一个不是的。爸爸，爸爸，大哥，看见二姐、三姐在哪儿啊？在池边上吧。我要跟爸爸一块走。好。叫表叔。表叔。四表妹。请坐呀。啊，二姐，你们今天不读书吗？今天为了陪客人放一天假。那倒对不起了，为了我们倒耽误了你们一天的功课了。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的读书也不过是混过一点时间罢了。哦，大哥来了。大哥。海辰，叫慧娘娘。慧娘娘。云娘娘。云娘娘。海辰，你几岁了？六岁。大表哥娶大表嫂的那年，就是我们离开成都的一年。是啊，光阴过得真快。慧娘娘，你真好看，跟梅娘娘，我妈妈一样的好看。我看见慧娘娘，就像看见我妈妈。海辰，你不要缠着慧娘娘胡闹啊！不要紧的，我喜欢海辰。慧娘娘喜欢海辰，海辰也喜欢慧娘娘。慧娘娘，你看见我妈妈吗？爸爸说妈妈在天上，梅娘娘也在天上，天上在哪儿？我要去找她。慧娘娘，你带我去好吗？海辰，你乖乖的，你妈在天上也就高兴了。海辰，你不许多说了，你看你爸爸在哭了。哎，爸爸天天夜里总是这样哭的，为什么大人也要哭呢？海辰，我们上别处去玩吧。好的。慧娘娘，你坐一会儿啊。哦。海辰真聪明。我现在只有这孩子是我一点点的安慰了。我第二个孩子寄养在他的外婆家里，在前几个月也死了。我现在，大表哥，你也太苦了，许多不幸的事情都压在你的身上。我真像在做梦，
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梦。哎，三弟从上海来信了。大哥，慧表妹，二表哥，这封信是寄到我们社里来的。慧表妹，亲姐，我知道慧表妹在这儿，特地赶来。明天我们学校里放假，多谢你。那你好，住在我们这儿了。慧姐、云姐都住在这儿，我今天我真高兴极了。三弟的信总是写得这么长这么有趣的。大哥，你让我看吧，我最爱看三哥的信了。我也最爱看三哥的信，就好像看小说一样的有趣。少爷、小姐，快请进去吧，太太等着你们吃饭呢。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，我们吃了饭再看吧，这个信太长了。我已经看过了，他写他在外面过的第一个春天的情形。他对我们说，春天是我们的，春天是我们的。哦，对，春天是我们的，春天是我们的。我们的我一下子把这封信看了三遍，我要把里面所写的都记在心里。我也看了两遍了。三姐，什么春天是我们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啊，这不过是一句鼓励我们的说话。啊，三哥骗我，我哪还有什么春天？我的命运决定是要走上鸣凤的一条路，这是他们逼我的。二姐，四小姐，你在这儿呢，我太太在找你呢，快去吧。四表妹，你再玩一会儿吧。快去吧，我太太又在骂人了。让他去吧。让我走吧。四妹真倒霉，就不能让她有一点高兴的时候。我们做女孩子的哪一个不倒霉？二表妹，你别说这些话了，你总比我好得多。你还有几个哥哥呢，像我呢，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我什么都不敢想。姐姐，你又说这些伤心的话了。我顶不爱看人家流眼泪了，偏偏你们都碰着这样的事情。这儿只有你顶快乐了，一天到晚的同了二哥欢天喜地的玩着。我们不也是经过了艰苦的奋斗，受了多少的折磨才能这样的？我们女人有几个能像秦姐这样的福气呢？就说是大表哥吧，他的遭遇，种种不幸的事情，也真叫得太难受了。我看大表哥比以前也憔悴的多了。哎，真奇怪，大哥谈起慧表姐总好像很可怜很可惜的，慧表姐说起大哥也是很可怜很可惜的。哎，这倒叫做同病相怜。三妹，你怎么说啊？我说错了。哦，我说春天是我们的。
魏表妹，今天你一定要回去的吗？难得来的，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？爹来催过了，没有法子。这几天我跟妹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，把我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快乐，心里的苦闷都已消灭。可是我没有这个福气。还有半个多月就是惠表妹大喜的日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大表哥，你别提这些事了吧，我不敢想。每一个人都是受着命运的支配，随了环境的变化，所以我们谁也不能料想谁的将来。是，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，再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。惠表妹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的情形吗？你还记得有一天不是也就在这个地方吗？慧表妹，那时候我们亲热的情形你还记得吗？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这样的生疏客气，隔离得这么远呢？那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长成人了，个人的环境不同。是的，我们都已经长成了人了，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些忧愁苦闷悲哀伤感，竟是些人生的苦味。大表哥，你是个男子，不能比我苦命的女人，你不要太悲观了，你得保重身体。慧表妹，多谢你的关心，我忧患余生什么都没有希望了。你跟我不同，我祝福你的前途，凡事都要忍受一点，不要多想了，突然引起心里头的烦闷。姐姐你在哪儿？我们要走了。大表哥，我记住你说的话，我要走，请你常常来看看我。我现在只有大表哥是可以谈谈的。魏表妹，学算学要细心，你这个答数就错了。一连玩了几天，把心都给玩野了。请你看看我这个做的对不对。谁呀？恐怕是爹。这种书你们女孩子学了有什么用处？从明天起不许你们念了，听了没有？三爸，读书又不是坏事情了。我不许你们念就不许念，多说什么？女孩子这么大了，怎么能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？
可人家知道了还要说我们高家没有规矩。是是，你就去把建云辞退了，虽然大家是亲戚，可是男女有别，以后叫他少到这儿来，他穷慢慢给他找个事情。是是。建云是我们的亲戚，人也很懂礼节，孩子们用功念书，你何必这样反对呢？哎，你们女人懂得什么，好好的孩子都是给你惯坏的。在这样不讲理的家庭，我真不能不想活下去了。我们做女人的就这样苦吗？我们不要怕，念书又不犯法的，我们照样的念下去，看他怎么样。二哥，你已经知道了吗？三爸不许我们念书，说是败坏家风；四爸五爸做出那些个丑事情，倒不是败坏家风，我真不懂。对，念书不是犯法的事情，我赞成三妹的话，你们就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话再说，我们也应该有点自己的主张。程先生来了，三爸的话不要给他知道，他要不肯教我们书的，我去找大哥去啊。二小姐，你又哭了吗？没有啊。二小姐，你不要瞒了我，你的心事从你进来的态度上我都知道一点。二小姐，你是不是为了正在谈的婚姻大事？陈先生，你这是已经知道的了。那不是目前的事情，也还没有决定。我想大哥二哥总有办法吧。爹的脾气，他们的办法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我可决定我可以走的路，我只有死，像明凤一样的死。二小姐，你不要这样的悲观了，你不能白白的糟蹋了你自己，你也应当为了对你期望很深的人着想。我哪儿值得人家的期望？像我这种人，活的死的还不都是一样吗？二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是有前途的，你记住，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愿意为了你的缘故牺牲了他的一切。
今天很热闹。太棒太棒，老哥老哥老哥，波涛兄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，今天得到一位这样的乘龙快婿啊。哪里哪里，本来择婿是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像郭光这样的人文章盖世，出自现代的青年当中也是很难得的了。伯涛兄啊，你是真好福气，真好福气啊。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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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舅，南府上的媒人来催妆了，大舅父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上次说的那300块钱的催妆费拿来没有啊？我一切听从南府办理，不过这一点条件总要办到啊。好好，我去对他们说。至少要250元呢、啊、是是、大表哥，我的心跳得不停，爸还有许多事要叫我做呢，我一点也不懂，请大表哥您帮帮我的忙吧。你不要怕，我帮你的忙就是了啊。小姐，您吃一点吧。慧表姐，你吃一点吧，这几天您就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了。慧表姐，你今天的事情还多着呢，怎么好饿着肚子呢？慧姐，你就吃一点吧。慧表姐，你以后还能常常来看我们，跟我们在一块玩吗？唉，以后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，我不敢想，我怕我也活不多久了。二姐，你怎么了？慧姐，你不要说这叫人疼心的话了。小姐，您还是吃一点吧。你们吃好了吗？真讨厌，要我陪着客人，害我一点不敢吃。那你为什么去跟他们客气呢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表哥，真把你累坏了，你的气色不大好。不见得吧。大表哥，真把你给累坏了。没有什么事情。海辰没有来吗？海辰有点不舒服，好了又反复，今天还睡着呢，没有叫他来吃慧娘娘的喜酒。大哥，慧表姐一点东西也没吃。慧表妹，今天是你的喜事，你还是吃一点吧，花轿就要来了。大哥，花轿一来就要把慧表姐抬走了吗？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哎，我们去看去，我们去看去。二妹，你先陪着慧表妹吧。Thank you.
就该倒霉，一定要嫁人呢。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老天真没有眼睛，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。小姐，你们少说两声吧。轿子就要来了，你们帮慧表妹换衣裳吧。是了，大哥。大表哥，爸爸为什么要把姐姐许配给这种人呢？我也不明白。花轿就要来了吗？是的。看上了这样一个人呢、啊、哎，不是我多嘴的话，这种人怎么配得上我们的慧小姐呢？哎，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，我原是不答应的，可是你爹心肠硬，把你配个这种人家，叫你吃一世的苦。妈，您别伤心了，这是命，这是我命里的注定的。你看什么？到外边招呼去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们看见新郎官了吗？郭光虽然是外表差了一点，可是他的文章真是当世的奇才啊！哎，你们不要以貌取人呐！真是瞎了眼睛，那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女婿？越老越糊涂了，把自己的女儿推到火坑里头。你们夫人女子的见识懂得什么？所谓郎才女貌，男的只要有才，将来可以成大器，做大官，相貌有什么用啊？我还怕慧儿的貌配不过郭光的才呢。你害了我的女儿，你还放这些个屁！哎。
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我不跟你辩驳，哎，时候已经到了，来，把衣服拿过来，赶快替慧儿上妆吧。姐姐上轿了啊！大表哥，你帮帮我的忙吧。这个默契。好好，决心，你代替他抱上轿吧。慧表妹。问你，我们大少爷在哪儿呢？哎，在那边。哦哦哦，大少爷啊，何嫂叫我来说海关有点不好，请您就回去啊。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说得很急，请大少爷立刻就回去。怎么样了？要紧不要紧？这个病我是没有法子挽救的，你还是去听医西医来看看。药方子也不必开了。有希望吗？高先生，这是急性的脑膜炎，太迟了，太迟了。如果到了9点钟能有转机，就有希望了。不过很难，很难。
是什么天理？我犯了什么罪，竟该受这样的刑罚呀？身体，海琛究竟是一个小孩子，你伤心也没有用。你看，你近来更瘦了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海琛能够给我心里一点温暖，叫我活着也还觉得有点意思。连这一点都要丢下去，那我怎么能够活得下去？大哥，你应当知道你的重要，不要为了一个小孩子的死就把自己糟蹋了。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挂念的吗？知道，还有人等着你的搭救呢。像我连自己都不能救的人，还能搭救什么人呢？就是二妹，惠表妹的情形你是亲眼看见的，她的将来结果，我们不难判定的。你想，要不叫我们的二妹也走上惠表妹一样的路？是，二妹的事情。应该替他想法子，不过我们怎么办呢？这全是三爸的决定的。只要你答应了就行，怎么办吧我们商量再说。大少爷，三老爷请。又有什么事情了吧？就是为了二小姐读书的事情，三老爷正在发着脾气呢。偏不听话，一定要念书。这太不成话了，原来你们一直都瞒着我。我现在立刻叫建元不要再到我们公馆里来，每月的束修我送给他。就照三爸的意思，我去对建元说。至于束修，我想他也不会要的。建元虽然穷，总还是一个正派人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收阴师已经许配给陈家的，陈家是有声望的人家，要是给他们知道了将来闹出退婚的事情，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人家？哦，前几天陈家的媒人冯耀商来催下定的日子，他们想提早一点叫我送个日子过去，我看早点办也好，不过太近了又怕忙不过来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三老爷，你是存心赶快的把二女儿嫁了出去就是了。这么大了留在家里，出了事情你负责任吗？你就这样不相信你自己的女儿吗？三宝，时间从容一点也好，还是明年春天吧，我们高家女儿
比不得平常人家，办得不周到，面子上不好看。你的话倒不错，好，我就去商量改在明年春天下定也好。哦，建云的事情你要去办了。是。借圣人立教，惩恶全善而已，人伦大同，父子君臣而已。大少爷来了。春季冬末，就千古圣人是不宜大哉。大舅父啊，你来了啊。父子曾经有善人，是久未得根。大舅母，大外甥少爷，你来了。是。大表哥，慧表妹，这个大表哥，你好啊！国光兄您好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你妈怎么不来呀？妈今天因为大节下，家里走不开，不能来了。今天慧儿跟郭光回来拜节，特地预备点菜，请你母亲过来团聚团聚。是是，妈叫我谢谢大舅父跟大舅母。我们许多的事情竟烦劳了大少爷，也没有什么谢谢你的。大舅母这样的客气，我也不会做什么的。真是太亏了你了。觉新啊，觉新，你来看看郭光的文章啊。这篇的题目就礼不下于庶人，刑不上于大夫论。夫捐生之难，猝死之难，一开头就妙极了。是是，果不可测试，既非圣人人，既非圣人人，说起亲事，国际元臣为我送呀。这个文法是多老练啊。是是，果可以观其为而不可知。借圣人立交，惩恶劝善而已，人伦大同，父子君臣而已。好劲儿，哎，奇才奇才，是，难得难得，是是。谢谢同我就是见过星子白。哎，梅儿，你看看你姐夫的文章，你要赶上你姐夫一半，哎，你就好了。是。生命自在的人生是如是而已哉。这种文章真是盖世无双，好极了。不见得，还要请岳父多多的。这这这这这这这郭光，不是我恭维你，要是现在还是金殿会试的时代，你准可以中状元。没有用的东西简直是饭桶，拿去念。要念书啊，明天要背得出来，错一个字当心你的皮肉。全篇都要背吗？自然全要背啊，不懂的地方请姐夫讲给你听啊。好，让我讲给你听。一个人对于自个儿的文章最怕别人看不懂。是的是的，郭光的话还有道理。郭光啊，你喜欢打牌吗？我们打几圈消遣消遣。岳父有幸，小婿一定奉陪。我很忙，我还要到孔教会去。谢谢，你来打。大舅父，我不打了，我的精神不很好。那么找二婶吧。来来来，预备桌子。好，你去买方桌面拿来。
小说又只是外壳这一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、啊、这是姐夫做的文章，爸爸就念熟了，明天要背的。呸，狗屁的东西，念了有什么用？这也不是我将要制定的一些儿大表哥，你看见姐姐吗？看见了。姐姐真苦死了，昨天对大妈哭了一夜，真没有看见过这种讨厌的人家，走一个规矩又一个规矩，煮饭烧菜样样都要姐姐去做，国光还要打足了丈夫的架子，动不动就把姐姐一顿骂，姐姐正好像在刀山上过日子。这是我们早就意料到的。大舅父听了怎么样说呢？说起来真气死人，大妈为了这些事跟大伯吵了起来，大伯还怪姐姐不懂做媳妇儿的规矩，做媳妇儿受点委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大表哥，姐姐已经有了身孕了。哦，姐姐来了。大表哥，我们有好几个月不见了。是啊，慧表妹，你好。我好。海晨真可惜，怎么忽然会生了这个疾病呢？这也是我的气运，我现在一点儿没有什么可以依恋的了。真倒霉，我这副三番就是被你扣住了。你这张西风为什么不打呢？这凭了他的话多，毒品这样坏就不是好东西。我倒要去看看他那怪样子。大表哥，请坐。坐。姐姐，我的头昏了。哦，你去散散心吧。哦。大表哥，你坐一会儿啊。没表弟也很可怜。啊，做了人没有不可怜的。像我呢，唉，完了。我很感谢大表哥待我的好，我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了。慧表妹，你的处境我都知道了，什么事情都看开一点，应当保重你的身体。你可以常常到我们家里去玩玩呀。大表哥，多谢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人。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苦命的女人呢？这个混账的财，一张也猫不上，真岂有此理。妹妹们都好吗？
我是很难跟他们在一起的了。他们都很好，都记挂着你。大表哥，你也得保重身体，忧能伤人。你对我说的话，我也要来劝你了。多谢你，慧表妹。大表哥，你说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命运的注定，那么究竟是谁支配我们的命运？为什么要把我们推进到这个命运里面？这究竟是谁呢？这究竟是谁呀？慧表妹，不必去想他了，留着我们的生命，等着命运最后的支配吧。大表哥，我做了一点东西给你留作纪念。这是在我一个人时候做的，请大表哥带回去看吧。去给我打两副去，我已经输了三匹马子了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快去快去。方死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奶奶，家里没有盐了吗？怎么这样办呢？快去拿点盐来。哦。真是笑话，来了几个月，连我们吃东西的口味都不知道。现在做媳妇儿的哪里还顾到公婆的口味呢？他喜欢吃蛋，就叫你也吃蛋。
你这不是有意跟我闹别扭？说你大你的加了这么多的盐，你不情愿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赶快再去烧一碗来，快一点。是。州府上的千金娇养惯的，我们哪配有这种媳妇儿呢？再烧一烧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拿去啊？爸爸的饭就全都快吃完了。火已经灭了，再要烧起来呢。你还哭呢？爸爸说你这么两句，你也值得哭吗？你太娇贵了。我真不会了，我自个儿恨我自个儿，怎么不懂做媳妇儿的道理，害得公公婆婆生气。你这不是明明的说吗？爸爸跟妈那难说话，不好伺候吗？你岂有此理！你还是书香人家的小姐呢，你连点做媳妇的道理都不懂。我看一定就是这个日子吧。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是你的女儿，你自己做主好了。范老爷。哦，陈姨太。听说二小姐已经有了过定的日子了。是啊，因为郎家催得很急，已经选定下个月15。哟，那么很近了。是啊。恭喜三老爷，那我们就要喝喜酒了。那当然了。哦，决心了，你就替我去办吧，只要能看得过去就行了啊。是。大哥。大哥，我们快去商量。二妹的事情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了。大哥，这是三弟来的特别快信，今天早上才接到的。一切的办法说得很明白，只要大哥答应。这个冯耀山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家对头，而且又是他来做的媒。幸亏有他，没有他呀，我们就做不出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大哥，你看三弟的办法对吗？啊，决心，大舅舅蔡周顺来说，惠表妹的病很危险，叫你快去呀。啊，前两天不是说惠表妹的病已经好一点了吗？这怎么会的呢？啊，镇家一向就没有把惠表姐当作人看待。这孩子的命也太苦了，可怜，又牺牲了一个。妈，我们就去吧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再说吧。要吃下去就吐出来，一点东西也吃不进。慧儿，妈来看你来了。你不要起来，你躺着吧。
姐，怎么会瘦成这个样子？他这个病，我看全是气出来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做府上的小姐这样娇贵，我们也没有法子伺候了。妈，你少说一句吧，你怎么你也不许我说话吗？难道我们讨了媳妇儿保她不生病吗？哼。新家太太姑太太请坐呀。大茶水烟拿来。二表妹，三表妹，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，不像我苦命。慧姐，你不要想这些了。慧表姐，你好好的养病吧。慧表妹，中秋节见面以后，想不到你病成这个样子。大表哥，这就是我最后的命运，多谢你待我的好处。我今生今世是没有可以报答的。大表哥，你看怎么了？中医既然没有把握，我的意思还是找个西医来看吧。西医，也好，找个西医来看看。亲家太太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要不要找个西医呢？亲家太太，我们是向来不赞成西医的。痢疾是关于一种细菌，西医呢比较有相当的研究。高少爷，你这种洋学堂的话我不懂。我们中国人生病为什么一定要请外国医生呢？不管中国人外国人，救人的性命要紧啊。哼，一个人的生死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大哥，我们到外边去商量吧。郭光兄，我们跟殷伯去谈谈吧。家父是最不相信西医的。有一次家父腿上长了一个疮，塌了一点外国药，一烂就烂着大半年。你去问问看，这是一个人的性命，不是一个疮啊。好，我们继续问问看。我不用去了，没有用的，死了，倒是我的福气。姐姐，哦，慧儿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的孩子，哦，你不要怪我，这都是你的爸爸害了你了。妈，
您不用伤心，这是命，这是我命注定的。怎么说呀？哼，这真是笑话。他们说郑家从来没有请过西医，不能破这个例。他们还说海岑是被西医一针打死的。我早知道郭光的爹是不会答应的。我也是这么说呀。郭涛在外头干什么呢？他怎么不进来看看呢？岳母岳父跟家父都到孔教会去开会去了。今天那会儿有重要的会议。大表哥，姐姐请你。大哥，坐，请坐呀。大表哥，我是没有用的了。请你忘了我吧。我要求你救二表妹，不要叫他也像了我。我们到外面去吧。
不会原谅我的了。我对不起你们。大哥，你在想些什么呀？我没有想什么，一切在我脑筋里的都成了空虚的影子。我不知道渺茫的将来我再能做点什么呀。大哥，你这几天为了惠表妹的丧事你是太疲倦了，不要再多想了。现在二妹的事情是一天天的逼近了，我们都等着你的解决呢。啊，二妹的事情你不是说过照三弟的来信送她到上海去吗？是的，我们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有经济方面等你的帮助呢，因为我们是没有钱的，这个关系完全在你的身上。大哥，你总该记得惠表妹临终的说话，你要救二妹啊。是的，我要救二妹，我不能再杀害一个无罪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经济都由我担任。好，好，大哥，你是我们的救星了。哎，你们都到这里来呀。二妹，你得救了，大哥完全答应了。好大哥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了。二妹，并不是我救你，是灰表妹救了你的。你们各样都预备好了吗？我们都预备好了，连行李都捡齐了，一切都照着三表弟来信办的。这儿一动身就打电报给三弟，他到半路上来迎接。你们都是青年，你们都是有作为的，我羡慕你们。不过这么远的路程，你一个女子有这种胆量吗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陪伴，可以保护二姐一路平安。是谁呢？就是他。大表哥，我在省城里反正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又是一个无依无靠毫无留恋的人，我愿意送二小姐到上海去，不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信任我。建云，我们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难道我们还不知道你的人格吗？建云，你能去那是最好的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可是什么时候动身呢？我们已经决定就在二表妹过定的早一天动身，那一天正巧有一只船开出去。好，二妹，你去吧，家里的事情就由我担待吧。二姐走了，家里更冷清了，又少了一个慰抚我的人。四妹，你应该替我高兴啊，我还是可以回来的呀，家里还有三姐，她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四妹，你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谁敢欺负你啊？二小姐，你这次出去了之后可别把我们都忘记了。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？我这次出去了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。我真高兴极了，
春天是我们的。好，太好了！